左膝盖，哎，刚才左膝盖痛，我看到了海上的船呐，啊，高低起伏，高低起伏，高低起伏啊，啊，因为那个海浪在，那飞碟在这样卷的时候，还是要往前面推的时候，往前面推的时候，往一推，那个船呢，就升起来一下，然后就降下来，然后又升起来一下，又降下来，又升起来一下，又降下来，啊，颠簸很厉害，当然那些人因为看不见飞碟嘛，看不见飞碟，只知道水海水颠簸的厉害，所以那个最近呢，就说看起来挺异常的啊，看起来挺异常的，然后异常的原因呢，就是飞碟在活动，啊，飞碟在活动。啊，飞碟的活动引起了，海水水位的变化啊，说水位一变化以后，然后就水往前一涌啊，一涌，说那个船呢，颠簸是这么一回事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好，再见啊。